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第七个表演的小组，曾一度陷入危机的小组，终于在上周获得了令人激动的第一名。这个小组的名字叫做Fighting 组合。那想跟大家说，在 Fighting 组合做完自己小组竞演的之后，我们所有中国喜剧力量的表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接下来我们期待 Fighting 组合的压轴表演，掌声有请他。要改，要想明天出好成绩的。还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然后就享受这个比赛，在总决赛的时候就尽情的发挥。最后一期了，我们会撒开了眼，然后就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。放开了玩吧，没有太大压力了，就是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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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。Fighting，Fighting， 搞笑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博士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博士罗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带来一款新的产品，完美孵化器。对，就是这款机器。这款机器可以改变您的外貌，重塑您的性格。王宝强进去，刘德华出来；潘长江进去，姚明出来；吴大维进去，吴孟达出来，刘晓庆。可是你信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老公你快点儿，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来了。快点儿，干啥玩意儿？出下单挺好，出来干啥呀？你咋穿这玩意儿出来的？早带你出去见人呢。哎呀媳妇儿啊，这是穿舒服就得，整那立正干啥呀？你二了吧唧，一天八干打不出来一个屁。妈呀，那玩意儿多辣眼睛啊！别废话，赶走。罗博士，罗博士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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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罗博士啊，这就是我老公，赶紧帮我调一调吧。好，我们这款机器主调外貌、智慧、性格，一次调一方面，你想调哪方面？你看他这样，先从外貌开始。好的，先生您请。不是，我媳妇儿，你说进去，进去，门有点抱歉，但不耽误治疗，关上。那这又开开了，马上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觉得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呢。其实女人是水做的，男人是土做的。那你啥做呢？讨厌，人家是水泥做的嘛。罗博士，这咋回事啊？我们这款机器从门不好使你就已经看出来了，属于试验型产品。你一项属性上去了，一项属性必然下降啊。我不管，你赶紧给我调回来。吵什么吵？其实我现在这种阴柔的感觉我感到好舒服的呢。你看看王博士啊，我啥也不要了，我想要一个纯爷们儿。没问题，那个水泥啊，我给你回回炉啊。讨厌。挺有劲儿啊。这回你想要什么样的？你这玩意儿能好使不？好使。我想要一个纯爷们儿。纯爷们儿。英俊潇洒。英俊潇洒。高大帅气。
高大帅气，咱再来两圈啊，高大帅气，高大帅，哎呦我的妈，马上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是林任奇，别动！大兄弟，你别闹啊！那个机，我是林任奇，别动！不是我这机是怎的了？我是林任奇，别动！我是林任奇，别动！哎呀！我是林任奇，别动！我是林任奇，别动！救命！怎么这咋的了呀？救命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成吴莫愁了呀？哎，我粉丝在哪儿啊？其实呀、啊，当歌手也挺好的。那我就不搞发明了，我先下去准备准备，一会儿给大伙儿唱首歌。只有最后吴莫愁出来的那一刹那，证明你这个机器还算比较正经吧。今天的作品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，再次也感谢吴莫愁惊喜的出现，谢谢他，谢谢，同时也谢谢三位。来吧，我们接下来跟评委老师聊一聊。今天真的演得挺好的，而且还有我觉得最后的嘉宾挺给力，而且也是推向一个高潮，所以今天没有什么事故，除了刚开始那个门有点问题，不过但是呢，在那个。逻辑就很快的，他处理的很好，哎，处理的特别好。嗯，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门是坏的，但是他一处理以后，我们感觉是个包袱。我觉得今天从表演、从创意，从笑点、从演技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。希望今天能够拿到好名次。谢谢。有配合到就每个人有这个孵化器，然后那个变化什么，这种东西有变化都是好玩的，也不会太夸张，该夸的时候会夸，但不夸的时候你不会夸，所以我觉得你就拿那些东西其实拿捏的蛮好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可能是你在主控整个大家的一个所谓的走法，当然不是说100%，但是以现在这个整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限制条件里面呢，你们已经做到已经非常非常没有100，也有大概98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就你们就是把这个分配的好，而且真的是蛮好笑的。表演呢，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道具的关系，影响了你们很多很多地方。应该到的时候他不出来啊，没到了他要快出来啊，这个就是直接影响了整个小品的节奏。这个下次呢，这方面呢，我看你们要多点注意啊。因为配合不好呢，会绝对影响整个戏的节奏，让我感觉呢有快掉了那种感觉。好，其他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好，谢谢三位评委老师，同时也谢谢我们的 Fighting 组合。希望本周冠军诞生之日，希望你们有个好的成绩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是中国喜剧力量。竞演的最后一个作品，不仅给这个中国喜剧画了一个句号，我觉得是画了一个感叹号，我们对我们的表演也很满意，这嘉宾吴莫愁配合得非常棒，对，没想到出乎意料，真的现场发挥的一看就是咱们辽宁人东北人。